福，春风送暖入屠苏，大年初一看王牌，祝您戊戌新春开门红。话说世外桃源永宁村，捉妖天师和大小妖怪们不打不相识，越斗越热闹，嬉笑怒骂间迎来了又一个快乐新春。今天一年一度的法力比拼又将开启，争夺被祝福过的面具，究竟哪队能够拔得头筹？狗年已至，福到、旺到、萌到，老妖队长沈腾带领各路萌妖先下战帖。对着这么长，萌妖队美少女特工欧阳娜娜牵手欢乐萌妖玛丽，这也为什么不能站着往上爬？百变萌妖蔡少芬，我是乌拉拉拉斯妖。美女高手柳岩，音乐蛇。那怎么样，反正是软的。众妖就位，谁能抢得到开年好福气？开始胡八定。来吧，哎呀，他力气太大了。队长王源从王牌舞台走向世界，参加联合国青年论坛展风采，捉妖天师井柏然来代班，领衔捉妖天团频频放大招。我是最弱的一个，但是我的队友强啊。给力特工贾玲，我是六金天师。携手笑料担当宋小宝，首席天师杨佑宁，医师联盟小包子吴莫愁，天师聚首，哪一路妖怪敢挡道？胡八定，哎呀，空中降下来一个300多斤大胖子，呼我腰上了。王牌天师一出手，对面妖怪全赶走。天师最无知，妖怪可真帅。王牌对王牌，狗年新春第一战，捉妖天团大战萌妖队，神马合体，欢乐翻倍。本世纪最默契的搭档就要拆伙了。是的。宋小宝难兄难弟被嫌弃，溜之大吉。你快开始吧，我就特累。蔡少芬再度遭遇普通话障碍，娘娘，你到底想说什么？侠是赏啊。啥？萌妖队派出代表歌舞贺新春，肥皂滑滑梯高难度挑战，有惊无险，谁能登上终点？当捉妖天师遇上大小萌妖，谁的快乐多一点？开始胡八定。争夺被祝福过的面具，好运会降临到哪边？祝福连连，幸运常在。今晚无所谓输赢与高下，王牌对王牌，只想陪您笑够一整年。我身高没他俩高，你知道吗？你看他俩的腿现在什么型？辽宁民间艺术团大碗娱乐，不论你是否熟悉他们的面容，你都可能会忘不了他们的经典台词。老少爷们，操练起来！为了追求舞台梦想，为了事业努力打拼，每一份欢乐的背后都有无数汗水和泪水的浇灌。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演员，每个人的心中都珍藏着最重要的那个人。新年一定要好好的谢谢跟你们一起工作，在你们身边支持你们的人。总会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希望能气质吧。我相信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愿意支持自己孩子的梦想。我今天的成功由我母亲做的基石，给我最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就是善良。既然健在的时候有什么都给他们吧，有什么话都告诉他们吧，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他们不配拥有这一切。好了，就是彼此都已经明了了身份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要跟全国的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电影《捉妖记二》大年初一就已经和所有的观众见面了，要多多的走进电影院支持《捉妖记二》，谢谢各位。接下来呢，场上出现了一件是在《捉妖记二》当中大家特别熟悉和经常出现的一件道具，而考验的其实是属于双方的天赋。我们把这件道具先请到台上来。金箍棒文件。干嘛派一个那么帅的小伙上来？我也压力很大，真是快下去。手要握在这个红线外面。真的啊？然后呢？然后拔出剑。
然后呢？就是这样。好，都懂了呢。懂了，懂了，懂了。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我们的王牌先生。要手握在红线以下，然后拔出剑，两队各派一个人，怎么样？宝哥想试一下，感觉不是，就这个，你确定这是剑还是矛？宝哥量身定做的啊！我躲远点，躲远点。小宝，别难为自己。干嘛呀？我能试一下。哎，队长试一下，你能行吗？哥，手握在红线以下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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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哎！你是要自刎呐？对呀。不行，哎，回家吧，回还是回家吧。正常正常吗？这个？这已经快要拔出来了，霸王。行了行了，已经尽力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哦，有。行了哥，可以了。柔韧性，柔韧性。大过年的，成哥，大过年的。哎呦我，这个这么长。哎，我们帮一下他压一下他手，看行不行？帮他拉一下，手要帮他拉一下。别放我脖子里。我顶着你呢。开开，我顶着。绝对不行，手麻了，手都麻了，别拽了，别拽了，那算了，那算了，绝对不行，已经很厉害了，不是，哎哎，开了，开了，开了，喊我，你们组谁来试试？他用了一分钟，我举荐一位，我举荐一位，哇，厉害了，他应该可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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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松的感觉 ，Amazing！ 哦天哪，哇，好气呀，好想打他的样子，好气呀！以后还想不想上节目了？接下来特工挑选一位自己的这个队友一起来拍，先问一下娜娜想挑谁一起拍？啊，那我挑那个我们的老妖队长。你找谁拍？我找宝哥，我找宝哥。宝哥拍，好。我就在旁边耍帅就行了。Hello， 我们是。好可爱啊！那。哎呀哎呀哎呀，这帅劲儿！祝大家新年快乐！记得给我们点赞，还要转发哦。记得。宝哥，好可爱呀！对吧？贾玲躲得那么厚。我是鲁豫成的孙仔。好，接下来就请胡巴介绍一下第一个游戏的规则。本期节目中，《捉妖记》中的天师和妖怪们一年一度的信任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两队将通过五轮比拼争夺一张被祝福过的面具，其中。每轮比拼结束后，胜利一队将有机会选择一张面具，在最终验证环节，哪一队获得被祝福过的面具，哪一队将会受到新年的祝福。本场获胜的队伍将获得由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小郎酒提供的100,000元环保公益基金，所以不光获胜还可以做公益，为环保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这个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式比拼的第一回合，胡巴学堂。王牌对王牌，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式比拼的第一回合，胡巴学堂。胡巴学堂游戏规则，两队队员根据主持人出示词语的拼音首字母，联想出相同首字母的词语，轮流进行答题接龙。5秒钟内答错或答不出来，将接受惩罚。每轮限时5分钟，累计获胜次数多的一队胜利。
欢迎双方来到我们的胡巴学堂啊！介绍的规则双方都已经听懂了啊。但我们不懂拼音咋办呢？加油！我想跟胡巴再说一下，胡巴呀，你的这个井柏然妈妈马上就要上去比赛了，你要不要给她加个油？井柏然妈妈加油！哇，好可爱！你沈腾，你沈腾大大也快要上去答题了。井柏然妈妈加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牌先生把双方要抢的第一个词拿到台上来。哦 ，ST， 石头。啊，沈腾，沈涛。哦，那就不能说了是吗？啊，不能说了。来吧，挨个来呗。上天。哎呦。沈腾。我刚要说。是他，是他。宝子链那个他，是他是动物的他，重复，重复了，没有，他是动物的他，就是动物的他呀，重复，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动物的他，还一个牛字旁的他，这是牛字旁的，牛字旁的他，啊，还有个牛字旁他啊，啊，舌头，舌头，哎呦，舌头，来。十天，十天，哦，十天，对的，对吧？啊，十天，四天，好，他们组都是捡漏了是吗？我干嘛走出来呀？有什么呀？三天，三天，三天，气死我了！我就要接这三天，蒜头啊，蒜头，蒜头，蒜头，哎，哎，那个，快啊，快想，五四，蒜头，二，啊，肾疼，再讲过呀，说过了，漂亮，哎呀妈呀，你们火怎么都肾疼呢？哎，我两个肾，我两个肾怎么的？又疼了一个，继续啊，你们错了，你们错了，继续啊。你们，你上去了，上去了。雅亮回去吧，我有勇气。十七。啊？是啊。十梯，那个石头的梯子。十梯呀。好。阶梯的梯。好好好。放死了，放死了。失态。灭绝失态。失态有两个版本。我也说失态。普通话博大精深啊！对，食堂，食堂，审胎，审胎，什么？审胎，审胎，审胎呀！啊，不是不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审，他说的是省台，省电视台，对，台，省台的。哦，那是台。讨厌，自胎，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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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对了，三胎，十胎，谁生的？三胎，三胎，他说了，说了三胎，哦，连十胎都说了，两胎呢？那到我们了吧？到你们了。视听，哦，视听盛宴的视听。沈泰，什么是沈泰？什么鬼？什么鬼？哦，我知道，他那意思是沈腾的太太。我都不能有个媳妇儿是吗？这也滋我。好，时间到，沈腾队错了两次。下一题，我们再请王牌先生拿一题上来。这个难，哇 ！SSS， 手术室，手术室，手术台，手术台，哎不，
SSS 哪来的手术台 ？SSS 啊！啊，算了，怎么不喷呢？你先躲开呀、啊，那里也会喷、啊。雨莲，快躲开！喷到你。喷。啊，凉！哎呀，这么凉呢？那个瘦身霜。瘦身霜。可以，可以。OK。这个厉害，这个厉害。44，哟，10，33，谁是谁？哎呀，可以，34，40岁。都是小学文化水平。30岁，30岁。傻叔叔。傻叔叔。谁？啊啊啊！谁呀？他说的是谁？我真的给你们留言，给你一个建议，拉着点好吗？谁？我翻译了，谁？拉着点。我不是鸭吗？是。你俩打电话呢是吗？谁？是。对。傻。啊！爽，漂亮。爽是爽，爽是爽，啥是啥？哎，啥是啥呀？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啥是啥？你跟我说，你说啥呢？我说啥是啥呀？你说你应该是啥呀？不，我反正我是懂的。兄弟，你都懂了，井柏然都懂了，你还干嘛呀？年纪问题。我这羡慕有这么多理解力那么强的队友。对呀、啊，南方人都听得懂，真的，我们南方人都听得懂的。听懂了吗？听得懂。啥是啥，对吧？啥是啥呢？对呀、啊。你是哪个队的？还举上手了，孩子。啥是啥？对呀、啊。为什么你们就懂他不懂我呢？OK， 听住哈，很难听的。啥是爽？啊？啥？不是，是对的。啥是啥？对。我叫你听清楚嘛。柳岩，拉着点。这个我翻译不了。灿灿说的是啥是谁？傻是神，肾损伤。哦，我的天哪，腾哥跟肾过不去啊！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一些缺点。这轮呢，小警队错了一次，最终的获胜方是天师队。漂亮。集体感谢蔡老师，感谢，什么意思啊？谢谢，我那么努力。其实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下，就是你们就是整体素质，整体颜值，整体。好了，哪一轮获胜呢？是可以选择一个面具，最终作为验证的。面具都很有意思，面具都是《捉妖记二》里面角色的这个形象。好，接下来我们请王牌女郎狒狒把面具拿到舞台上来。好，我们请这个选其中的一个面具，想要哪个？红的吧，红的漂亮。红的。哪个？这个是吧？不选小宝哥呢？哎，小宝，我刚想说，小宝选个白的吧。真脸已经这样了，你再给个假脸还这样的，你这不合适啊。圆一个梦。好了，选红色的。好。红色好。
所以到底哪一个面具是被祝福的面具，到现在为止依然不知道啊。每一轮都争取去把面具拿到才是最终获胜的关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轮了，进入的是才艺大比拼。王牌对王牌，抖音越玩越嗨，正当炫酷王牌，马上进入的是抖音短视频 APP 经典时刻。娶亲，老爸的病见好，我的模特队又要上电视了。你说这好事咋都让我摊上了呢？你说气人不？紧急集合！俺大小个毁成两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给我们发来了邀请。让我们去参加节目。哎呦我的妈呀！这都不算啥，今天还特意给我们派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正
应酬没人教，天上掉下一个粘豆包，多好啊！我们呢，一会儿一定要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住吗？记住了。好了，那个你们先回去准备准备。你们仨留下虚心学习好不好？好，作为代表我们会你就会了啊。哎呀，这怎么这几点了，这老师怎么还不来呢？啥时候来呀？是快点，好像是来了。换一个猛点的。哎呀，这有范儿啊，这甩的。哎呀哎呀呀呀呀！慢点，这有点挺大。来，你们哪位是杨团长？从气质和形象上还看不出来吗？啊，你好，杨团长。在这儿呢，鄙人，在下啊，你是杨团长。你好，老师你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欢迎你。这样吧。抓紧时间，让你们的欢迎队伍往后撤一撤，把模特选上来吧。那个文老师，这个就是我们蒙牛臀红高领模特队的阵容。他们是模特？对。他们是模特？对。不用送，告辞。文老师，你等一会儿。我跟你说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蒙牛臀的精英啊，啊，这都是劳模啊，啊。这是专业养猪的，这是专业养牛的，这位是专业种土豆的，这可了不得呀！啊，这都是什么啊？你看他，多大岁数了？哎，我不要说话了，养老去吧。还有他，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们俩是两口子吧？这个说对了啊！还有这个，嗯，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是这种肤色？包浆了吗？我跟你说，这都是我挑最好的选的，那不好的我都没选。你看那位就长大模的，我都没让他来，那能来吗？简直是胡闹，那不是谁家养的猴吗？哎，你咋说话呢？那是我老头儿，老头儿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生气，晚上回家我给你整桃吃啊。妈呀，告辞。我老师，哎，团长。团长，哎呦，不好意思，我家鱼产卵了，所以我就来晚了点儿。你咋说的还挺合辙呢？你们家鱼产卵了，又不用你接生，跟迟到有关系吗？我看你的身材，你的比例，还有你的大长嘴，什么？大长腿，你可以做一个职业的模特。真的吗，老师？谢谢你。虽然你长得不好看，但你说话太好听了。你嘴挺大，但是你挺欠啊你啊。大人不计好人过，别跟他一样，是吧？来，我培训一下你。培训要培训你，你给我们大家走一个猫步 ，music， 走。对，又起来。对，走，走，哎。不是，哎，别转圈啊！哎，这怎么回事？哎，你去，停！哎，转什么圈啊你？你瞎猫子，我教不了你们。告辞，让我走。老师，让我走。老师，让我走，让我别恨我，别恨我，别过来，来人。你来一趟不能让你白来呀！啊，你不管教不了我们，你得看看我们的模特表演再走啊！啊，我问你啊，你们这是模特吗？啊，你们跟美、跟模特、跟身材，这有一毛钱关系吗？文老师啊，我们这帮人，这都是劳模啊！啊，有县里劳模、市里劳模、省级劳模，将来还会有世界劳模，可老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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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意儿，对是不是？对啊。让他们走模特，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啊！你怎么还不明白？怎么不明白？劳动跟美它有什么关系？文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对对。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劳模的美。老少爷们，
操练起来。好，怎么还不死心呢？那干活能没哪去？哎，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这就是专业羊奶牛的啊。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啊，带给我们的精彩演出。大家好，我是团长杨树林。哎，大家好，我是严国明。我就是那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大家好，我叫王丹丹。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辽宁民间艺术团，支持宝哥。我觉得整个既是对我们记忆当中那个经典的一次再现，当然也是一次全新的改编，加入了很多现在流行的一些元素在里边啊。宝哥，哎，多次被点名啊，在这个作品当中，是不是？是。感觉怎么样？看着我们自己家的人，我就不好说那么多。就是特意请来给天师队加油助威的啊。啊，太好了，太棒了！来，快和兄弟们在一块儿吧。好。其实今天这个日子，你看大年初一啊，和兄弟们又待在一块儿了。我想听听大家私底下有什么宝哥的小料，可以趁这个机会给我们稍微说两句的，有吗？有吗？啊？有没有？没有。好，问一下杨团长啊，就是兄弟之间有什么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我们几个，我跟小宝，我们俩是不能遇见，因为我俩都是一个心事比较重的两个人。我们俩经常在我们舞台后台，只要我俩见着了，可能他坐那我坐这，我俩坐一个小时谁也不说话，对，很正常。但是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就是那一年我参加某栏目把腰摔坏了，哦，我知道，我住在我们单位的宿舍里面，他来照顾我，总是来照顾我，送点吃的送点喝的。那个时候树林攥着我手第一句话就是让我特别感动，到今天为止我也特别感动，说宝这辈子我别说怎么着，就即使怎么着了，我伺候你一辈子。看到你们的这个团名就特别让人感动，辽宁民间艺术团，对，大家都是从生活的角角落落，为了一个舞台上的一个梦想，为了给大家带去快乐，是的，走到的一起，说得很在理。我认为身体是第一位，然后呢，快乐，我就坚持这两点。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开心快乐。其实也是一种最朴实的拉票方式吧，因为这轮最终的决定权在现场的观众手中啊，我们也先掌声谢谢辽宁民间艺术团带来的精彩表现，谢谢谢谢。好，来，两队请到台上来，我们要开始观众投票环节。王牌对王牌啊，两队才艺的展示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提醒一下各位观众，这轮呢谁胜谁负是由你们投票来决定的。老妖队是红色，老妖队，对，我们成了老妖队，就以队长的名义来命名。警保队这边，天师队啊是蓝色，我们改名了，我们就叫帅气警保队。还要拉票吗？很简单，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用拉。我们这边呢是我们人自己演，这边呢是请的外援帮忙。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说的对，不是帮忙，不是帮忙，是带的。行吧。好，各位啊，这边是红色，这边是蓝色，获胜的一方将获得选择面具的权利。投票，好，开始。来看一下这轮最终的投票结果，请看。七八十三八。啊，要对努力啊。
一百一十三，耶！哇哦！获胜的依然是天师队。别看了，再看也就是87票。你知道输在什么啊？输在我们的队长。队长怎么了？队长太老了。我们走吧，我们走。这个锅也由我来背吗？那就不必要了。还有一个好人，还有一个好人。柳岩，哎，你站我旁边，我这镜头多。请狒狒把面具拿到台上来。哎呦，胡巴也来了！胡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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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面具吧！胡巴，就他们挑呗。来，宝哥，让宝哥选吧。宝哥选一个。宝哥，找你，找你来了。我其实哪个？宝哥脸上薅下来的。狒狒有什么介绍吗？没有什么。那我认为拿板。应该对对对，可以拿反差大一点的宝哥。白色的啊？对，就这个了，就这个了。好了，各位，才艺比拼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马上会进入我们的下一环节，就好有意思哦，密语捉妖。密语捉妖游戏规则：每队派出三人参加，两人用肢体表演看到的题目，另一人负责猜，猜对词语都得一队获胜。接下来两队队长请派人出战来。娜娜，你来猜吧。好，我跟我的老搭档玛丽，我俩演吧。啊、哦，加油，沈老师！本世纪最默契的搭档就要拆伙了。娜娜准备好了吗？好，答题时间3分钟，开始。几个字？三个字。OK。什么鬼？老虎。老虎爬山。山。啊啊啊！爬倒。把这三个字儿。你刚才他第一个动作，你说了一个字。山爬虎，不是不是，你重捋重捋来，第一个第一个虎，第一个，爬啊，第二个虎，爬山虎，耶！完了，太慢了。哇，猜了那么久你还嘚瑟呢？把爬山虎什么意思啊？来来来，五个字，嗯。害羞，羞羞，神龙铁拳，耶！练练练练练，快点继续别舞了。你的时间很宽裕啊，还能跑个来回。哇，四个字，嗯。发呆，呆立不语。呆立不语。前两个字，沈腾不败。怎么？哎哎哎，第二个字，邓邦不败。耶！哎，这样的赌太大，好厉害啊！对，我今天终于不黑洞了。下一个，三个字啊。车，对。过山车哟！快，下一个，对，好，继续。两个字，洼地，摇滚，
厨神。厨神啊，厨神。电大手。还不错，还不错，还行，还行。可以啊。还不错，还不错，来。我们答四道。啊。啊，挺厉害，挺厉害。有两把刷子。金宝，派人一个猜，两个演。我自告奋勇去演行不行？宝哥，还有生动的贾玲姐。行行行，我俩演。还有愚蠢的我。准备好？好了，计时开始。四个字，我们可以骚扰他们吗？平时出去玩的时候。有有。乌龟，青蛙，鲶鱼，海，对，海最下面，海底，对 ，OK， 对，哎呀妈，太对了。第二个跟第一个后两个字是一样的。世界。啊，对。猴。哎，是那个。太人猿泰山。什么猿？什么猿？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星球崛起。对了，星球大战。那个咱们小时候中央五放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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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什么？森林、动物世界。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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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你们得配合，这个得配合。这个过。我去机场。就是。机场，哎呀。哎呀，飘啊。对，机场他累了。按摩，按摩，按摩。三个字。椅。啊，对，还有我。神一样，我去，都东北的吧？哇、哦，太厉害了，太厉害！那个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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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沉，不是，当当的啷当当，当当的啷当当。哎，猪八戒没媳妇儿。啊，对。哎呀，我去。这明显，这是媳妇儿背猪八戒，这都能猜对，我天哪！哎呦，快！哎，你是，我是井柏然，井柏然，戏里面，宋天英，不对，捉妖记，这是什么？奥特曼。四个字，钱吗？钱对，挣多少？五。不，总共加起十钱天师，漂亮。胡巴又称萝卜，啊对，白萝卜，他们胡萝卜，红萝卜，对，红萝卜，白萝卜，不是他们什么队？红萝卜，对，就是胡萝卜。他们是什么队？啊，腰，红腰萝卜，萝卜腰。萝卜腰是个啥呀？本轮天师队共答对五道题，完美 ，perfect， 非常完美。我就背妹妹那一下，到现在没缓过来呢。获胜的依然是我们的天师队，自由安排。什么叫依然？就是一直。依然这么用就非常有歧视吧。我们请我们的王牌先生啊，来把我们的这个面具拿到台上来。哇 ，Hello， 他不是胡巴，他是什么？哎，他叫什么呀？笨笨。笨笨。
笨笨不会走了，真的可爱啊！笨笨来，这大塌鼻梁子，你看。好，来来吧，选哪个？你选一个，谁不出来选一个？哦，来个黑脸吧。黑脸，黑脸，这个了。黑脸，好了，好了。不要羡慕，不要羡慕，总有机会能选的，想要吗？我们不要脸。OK。马上会进入我们的下一环节，好玩了，胡巴定身术。王牌对王牌。胡巴定身术游戏规则：主持人指定每轮表演动作，游戏开始后，主持人可以随机转头并说胡巴定。参与游戏的六人听到指令后，需要静止在原地，并做出规定的动作。一旦移动，则回到起点重新出发。最终碰到主持人，入室最短的队伍获胜，并将获得优先选择面具一张的权利。好的，先跟两位特工说一下，这一轮呢，你们每个人都有一项特工的技能。整个游戏过程当中，任意环节可以使用一次，指定对方的一名队员回到起点。好，来，两位队长，每队派三名队员出战。走，我们仨。我们仨，加油！加油！加油！宝哥，加油！六名队员，请听好，这一轮，每当我说胡巴定转头的时候，你们身处的这个状态是软体动物。软体动物有什么呀？蛆。请准备，开始胡巴定，开始胡巴定，胡巴定。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哎呀妈呀！你们俩都得回到起点。哎呀妈！空中降下来一个300多斤大胖子，呼我腰上了。哎呀，你绊我一脚。哎呀，你推我来。哎呀。三位都得回到起点，玛丽也得回去，因为贾玲撞到你了，你也动了。哎呀，贾玲撞我了，我也回来呀。对，我就是在他旁边太倒霉了。宝哥，你那个软体动物是？你让我动的时候，我就可以。你动。可以，柳岩是什么？音乐蛇。哎，这个行吗？可以。音乐蛇，印度的那个一听音乐就跳。那它不属于软体动物，你属于冷血动物。那怎么样？反正是软的。这个出门旅行的青蛙是？没有更好。青蛙。我刚才是站着的、那是谁让你蹲下的呢？刚才那不是说，哎呦妈！空中降下来一个300多斤大胖子，给我腰上了。你绊我一脚，回去吧，请回到起点，回到你的井里去。小姐，你刚才演的是什么呀？我演的是南印度蛇。快点行吗？我累死了。准备好，哎。开始，裁判，等会儿，能不能让贾玲把我手擦开？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怕他撞我。我怕他撞我。谁也别想好。裁判，我觉得这个就别管了，好不好？开始吧，自生自灭，来，开始。胡巴定，金毛。我定了，今晚上过年也没准备啥红包，这合适。哎，那个沈涛，咱们最后一个采访沈涛，好不好？好。金宝，南印度蛇的生活习性一般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样的吧。哎呀，蹭的，我全都干净了啊。
不是你这是回来，你别傻，谁让你动了？不是我这姿势，我已经不要起点了，你动啥？这是什么？这是普普前进。不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蛇头。这是啥？这个是两个头，双头蛇是吗？对，哎，你不知道这件事吗，哥？行，他没有，他就是想休息一会儿。什么呀？谁呀？玛丽什么动物？蚯蚓。站起来了啊！蚯蚓为什么不能站着？往上爬，怎么的？我现在前面有棵树，我们是一个队的队长。长啊！对对对对，别起来！你是什么动物啊？我是胡巴，我是胡巴。嗯，不可能！妈妈，你是胡七、胡九都行，你是胡巴。你是什么？我是壁虎。壁虎。嗯。壁虎。嗯。尾巴呢？什么啊？尾巴。进化掉了。那蛇鳞呢？我也是蛇，队长。勉强过关。好，开始。胡巴定。壁虎干啥呢？壁虎开运动会呢，正在说传球呢。打球了还？这轮很好，我要更换情境了。好，接下来的情境不再是软体动物，而是封面女郎。准备好，开始，胡马定。刚才软体动物是这样，封面女郎还是这样，发音不一样的。这是手表吗？哎。We get in married today, get in married today。哎，别的我无所谓啊，我就问他淘不淘汰。我凭什么淘汰啊？你在干什么呢？我就问问你们，封面女郎是不是在有80%的情况下都送一个肩出去？要！你刚才是扔铁饼的姿势。我这是体育画报，怎么了？我封面女郎，我不能是跑步呢？玛丽是。很到位的造型，是不是？对，我特别到位。我这行，柳岩也可以，我这可以的。你们都可以，你们都是海豹，这个是海豹。这小海豹怎么样？实在是抱歉啊，我这个是软体动物当了封面女郎。下一题，身上痒但不挠。啊？哦。开始，胡巴定，胡巴定，咋的啊？挠没挠？没挠，绝对没挠。你往前冲了一步，往前冲了一步。我没啊，那我也没挠。黑衣人，把金宝偷回去。我没挠，我真没挠，我没挠。拉出去宰。回头看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呀？这什么？我这跟我爸说呢，好像是这儿。哪儿痒？好像是这儿。肚脐眼痒。爸爸，你挠挠啊。那个，等一下，我用一下，是不是有特权啊？只有那个特工有。姐，你让腾哥陪我吧。行，腾哥回去吧。只能用一次哈。没事。等一会儿，刚才一直穿鞋的，中间把鞋脱了，脚痒。哎，是怎么回事呢？把柳岩抓回去。我脱个鞋，我没挪地儿啊。鞋太高了。还要冲刺，特别不容易。别解释，脚上全是泡啊。别解释，血泡啊。别解释。好，快来吧。下一题，要完成的情境是一个古怪的。睡觉姿势，开始，胡巴定，胡巴定，走！哎呦我的天，太拼了！这个太辛苦了吧！最后再聊吧。哥，咋了？你说。我天哪，怎么困成这样啊？
这都能睡着？别动我，别动我，我腿受不了了，快点的。不是你这都能睡一觉，你这会儿看啥的？你走开，走。下一题，哼，疯了的状态。我还没说开始呢，回去。回去，我们俩都动了。好，一起走吧。我跟你说，贾玲都没使劲，让你俩能拽动她。宝哥，啊，你回头看看你身后怎么就没人了呢？漂亮啊，因为他们不坚持啊。怎么？我们要使用特权了，他在前面了。队长让他回来。嗯，谁呀？要谁回来呀？让小宝哥回去。回去。好，欣喜若狂，开始胡巴定。你刚是在起点吧，宝哥？你从起点就到了这儿，是怎？小宝，你是谁给发射出来的吗？开始胡巴定。怎么就像个小黑导弹似的，就跑出来了？我有啥意思呢？啊！等到你们后期剪的时候，你就看宝哥有多敬业，你知道吗？我现在跟你们说实话，我这胯不着都轻了呢。我跟你说，摄影机都没拍着。下一个动作啊，抢到了大红包，开始胡巴定。哇哇哇！那一刻，这个男人离我只有0.01公分。差一点啊！开始胡巴定。他赢了，赢了，赢了，这轮漂亮漂亮，金宝拿到一分，耶！来，队长们再派人来一轮啊！这轮我们就身上会加一些道具了。我觉得这样，这把那个你宝哥，宝哥还有幽宁哥，好好，娜娜。又您选的是什么？两个轮胎啊，对。哇！耶，娜娜这个是什么？我渴望当一个学霸，所以呢。大书包。莫愁的是一个鼓。我这个就是有节奏嘛，跟我的事业有关。少芬姐是一座山啊。不是石头吗？是山哪？原来是山。一座山。柳岩这个是啊，就做人啊，最重要的是开心，不要气到爆炸哟。气球群。涛涛，我就想让你快点开始，因为这个东西特别沉。那你为什么要选他呢？我觉得我一直是孤身作战，所以说我找俩哥们儿一帮个忙。哇，他动起来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这个你快开始吧，我就特累。好，请准备好。第一个情境是，着急想上洗手间。What？ 开始胡巴定。真是。又宁是？对，我刚刚原本想急的，我现在是被踢到。少芬姐。我都按住到肚子了，我好急啊！下一个动作，和你身边的人抱在一起。啊！开始。胡巴定。那个，有点过分了。他们比较喜欢玩偶，你知道吗？都就是活的不够。乌拉是把我们人给我撸掉了，你发现吗？看到了吗？把我们人给我撸掉一个。
太失落了啊！你好了，我真的爱你。姐姐，我就想问问你，你帮我会怎么样呢？宝哥，没事。没事，我都已经张开怀抱，我把俩人都撇了，我都已经这样了。鉴于只有宝哥没有和别人抱在一起，请拉回起点。哇哦！我可以一脸把他拖回去了。下一题情境是仰望苍穹啊，你什么什么虫啊，看天看月亮哦，开始胡巴定。宝哥怎么还往后撤呀？我不上，我你听他说的词儿，仰望苍穹。我先不跟你们四个聊，我要先跟莫愁聊一聊。莫愁，莫愁，别动！你们家苍穹搁哪儿呢？我他看南半球的苍穹。不是，你刚才说仰望苍穹，仰望星星，我的苍穹是宝哥。我看看宝哥在干什么。回去。你仰望了吗？刚才我不想仰望，我倒下可不是一个人呐，我领着两个兄弟躺下了，能起来了吗？还能起来了吗？我还没能起步。宝哥理解错了，是仰望不是躺望。啊，仰望就是抬头就行，抬头就行啊，不是非得躺那儿。哇，这两个兄弟抬不了头，只能躺望。是啊，我就想到那个了，我就干脆我就别找那个麻烦了，要不还得回来，我们也就躺着挺好。接下来下一个情境是你们内心觉得最土的一个造型熬出来。开始。胡巴定，我操，这怎么啊这？哎，你看人小宝随便一怎么一站都全。怎么站都是，我觉得做道具的人特别不长心。哎，我身高没他俩高，你知道吗？你看他俩的腿现在什么型？这轮最关键的时刻，咱俩算了吧，弃权了，弃权了，完了。我留俩哥们弃权了，不说了，走。养不起这个包哥。好，现在三个女生一定会对你下黑手的。你们觉得现在拉我的轮胎有用吗？有用。哦，我打算自残。哦，来吧。好，我就不设定情境了，你们拼吧，好不好？好。开始，胡巴定。是谁把杨佑宁拉倒了？我的天哪！赢的是娘娘。掌声送给你，不容易哈。怎么样？如果各位觉得玩的还不够过瘾，我建议大家下载同桌游戏 APP 去玩更多的王牌游戏。获胜的是沈腾队。但我说句实话哈，刚才那轮的胜利和你们的队长一点关系没有。哪轮到过一半以前？我成功的分散了你们的注意力。来，我们请上笨笨和我们的王牌先生把面具拿上来。
选哪个？娘，让我乌拉拉拉要选皇后娘娘吉祥。我要，哦，对，我要这个吧。好 ，OK。这轮啊，赢得很关键，因为这轮输的那一方，哼，大屏幕上将会切出的是各位最想毁掉的一张照片。啊哈哈哈哈哈！啊，幸好我们不需要。我无所谓，我都已经这样了，我真不怕那些东西。小宝最想毁掉的是相机。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各位最想毁掉的照片是什么样的？看一下。哎呦！谁呀？谁呀？谁呀？这谁呀？20岁的贾玲。果然20岁很美呀。谁呀？是你吗？这么鲜的那时候啊？哦，这也好小的时候啊。哦，十八。Yeah. Hey. Yeah. 他这个动作能摆上，要我摆不上，因为什么？我胳膊短。这挡脸去了吧？哎呀！哦。这宝哥，宝哥，你怎么那么高啊？这个真的要我呀？这一张我跟你说，这一张是最狠的一张。那一天我们录制的过程当中，那海风啊，就一下午的功夫，就一下午，朋友们就把我脸吹成那色了，真的。人家旁边都没有海风是吧？海风只往你脸上刮。也都是回忆，想不想毁掉？我这个有点多少有点把我这个有点。刚才谁说的无所谓？不是这个有点透支我，这个有点透支我了。太好笑了。你们乐什么？好不容易是刚才赢了，其实你们的照片都找了，赢了才没放出来。我们也要看。哎，我们赢啊！赢了还看？嗯，要不要看？这谁呀？啊！啊！啊！真的好好看！你跟宝哥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咱俩有点联系。上映了，哥。我们有点联系啊。对。我们都黑的。失散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了。姐姐，好弟，你好弟。这个什么时候也是被海风吹的吗？这个没有海风，这个是我老公跟我拍的。啊，你老公给你拍的？对呀、啊。他太会拍了。别说，我老公最知道我最漂亮的哪里。老公是真的爱你。对。拍出来这张照片还没走。当时她老公拍完以后，看完以后也是，什么呀，都不是多好看啊！我告诉你，什么叫好看？哎，就是没化妆也可以这样子，真是太漂亮。姐，我化了妆都到不了这样。好，下一张。哦，柳岩是吧？哦，这张还好了。谁眼白那么多？这是柳岩看到了刚才那张照片。下一张。哇，蜡笔呀，好可爱哟、哦。那个是谁？那大人谁呀、啊？我爸。啊，你爸那么帅？对呀、啊，有点像那个，就是费翔老师。是不是像费翔？像费翔老师。哎，关注点怎么在我爸身上啊？哦，对，你那个不方便看。哇！这个红绿灯是谁？
眼线画它太重了，那眼线比我的妆还浓。哥哈，你这时候你还长那模样，你绝对发展不了到今天，因为啥呢？这个太烦人了。哥，你看他烦人，你自己看还烦人吗？哥，我求求你自己看一眼，你说烦人吗？怎么能把这张照片淘着呢？哎，赶紧赶紧收掉，赶紧给我赶紧。刚才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的感触都是非常深的哈。聊着聊着呢，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我瞬间想到了一点什么，我们第一次上台时候的状态，现在都能想起来吗？第一次上台什么样？第一次上台啊？啊，我跟你讲，说实话有点忘了，但紧张是肯定的。你忘了？有点。我找出来给你看看，来。啊？是什么？请看。我的天，真的有。我听到了，哇哇！相信这段话一定是你们最最发自肺腑的话，那好吧，我爱你们。哇，好帅啊！怪不得你一直这么自信，是因为帅。好帅啊！想吃麻花线，给你拧啊！麻花的第一部话剧，感觉好像刘德华哎。哇，哪像刘德华了？急了。哪一年还记得吗？哪一年？2003年。2003年，我才3岁，15年前，你才3岁，娜娜，你才3岁，你童哥就已经登台演出挣钱了。啊，对，那时候他才3岁，你3岁的时候，我一场就好几百。我也想知道贾玲是怎么选择了做喜剧演员这条路的。我原来也没有想过自己去搞喜剧啊，我是考中戏的时候，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以防万一。我多报了一个当时叫喜剧表演班，一个戏剧表演班，一个喜剧表演班，正好当年两个都考上了，然后打电话给我妈说你女儿两个都考上了，选一个。妈说那就戏剧表演班，我妈有口音，就选了相声班，我整个天都塌了，我不幽默呀，我太美了，当时。确实，贾玲那天听完了是在他。我的同班同学的通知书已经收到了，我们俩是老乡嘛，他的通知书已经收到了，我的还没收到。后来发现是戏剧表演班，以为我去喜剧表演班了；喜剧表演班以为我去戏剧表演班了，两个都没给我发通知书，我一下懵了。我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喜剧表演班就喜剧表演班吧。当时真的哎，当时就长这样，就这样。我姐领着我说你看这样适合搞喜剧吗？真的不是，我是贾玲。啊，当时就这样，真就这样。我到那个岁数会不会就长你这样了？你一定会，你不会的。他还是个孩子。玲姐讲鬼故事呢。亏了去相声班了，否则现在我可能就替代范冰冰了。哎呦，我不知道你们，我是信了。中国观众好幸运呢，你解救了他们，你的报错班解救了他们。你第一次赚钱还记得吗？什么时候？我其实就是沈腾哥说的幸运，在我在一个烤肉店，结果就被一档真人秀的导演拽去比赛了。烤肉店？对。干嘛呢？在那吃烤肉。吃烤肉就发现了，烤肉店。你的人生这么离奇，就吃烤肉把人生就吃出来了。我错了，哥。不，哥，还有羡慕死你了，我。宝哥，我跟你说，长得帅的和长得美的人生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实话，我那时候长得美的时候，20岁那一年，我走过中戏的胡同，有好几个星探往我手里塞名片，给你送名片说来跟我们一起干吧。这儿的机会多。我后来加入了。沈腾第一次登台是2003年，当时是在哪儿演的？下面观众多不多？因为一开始那个剧场啊不太方便停车呀，没有地铁，戏不错其实。但是生意不好。其实我们最期盼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我们有个面目降上来的时候，观众进场的时候看不到我们，我们能看到剧场，因为舞台上黑的，观众席是亮的，我们天天就趴着那儿期盼能多来点人。
啊，终于来点人了。完了，一听啊，今天是包场，啊，就生意很不好。但我们最后一轮搬到这个海淀剧院演了七场，把之前赔的所有钱都给赢回来了，要不然就没有漫画第二部了。哦，嗯，那你那第一场有几个观众？第一场忘了，但是印象最深的那一场，反正就是六七个观众。就是很多时候都是底下的观众其实没有台上的演员多。嗯，那你也得照演，那没办法。就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麻花只要卖票就是几乎买不着票。对，得抢得抢得抢。玛丽那第一场还记得吗？第一次上台。其实我是一个正剧演员，那个时候我演林兆华大导的戏。我记得我的梦想是站在仁义的那个舞台上嘛，我第一次站在上面走台的时候我就飙泪了，因为那个舞台太神圣了。对于我来说，我梦想就是想成为一个话剧演员，然后站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我突然觉得自己梦想实现了，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哭。所以我特别每一次回到剧场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我希望每一年都能有好的话剧带给大家，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宝哥第一次什么样上台？我是第一次上台是在二人转舞台上。二人转要求台下基本功要求非常多，尤其唱功，台词就是一个整剧本一个唱本要唱下来。那个时候你上台第一次，你什么都不敢想，就一心一意的能把台词能唱全就不错了。但那个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次上台全唱全的，你再熟你都唱不全，因为紧张的连嘴巴头子都在颤抖，甚至连耳朵都跟他一起抖了，就浑身都哆嗦成一团了那样。是观众买账吗？就按你刚才那个演法。不买账，就尤其他一看你是生学员，老百姓什么呢，我花了钱了，你拿学员来糊弄我，那可不行。对对 对, 对，这个时候都是师娘带着我们唱的时候，得有一个成手带着我们唱，那也能看得出来这是个成，这是个学员。然后就告诉你下去吧，下去。那么凶啊？就这么大声，就这么大声。当时在台上把我撵的，我就是面冲前嘛，刚开始，然后撵完之后又没法往下走，就背过身那一刻起，真的哭的就不行了，因为这辈子没受过那么大屈，就觉得那么一帮人就突然站起来好几个人就那么撵你的话。我师娘在台上还得去圆这个场，她是孩子刚学，今天刚学，哎呀，大伙儿就捧捧场嘛啊！我给你们唱个小调，正戏不唱了，孩子你唱歌，你给唱歌，然后我还得擦着眼泪转过来，还得给唱流行歌曲。那个时候就是这一年能赚多少钱？就这样。那个时候不赚钱，那个时候学的过程中不赚钱。学徒嘛，几年都赚不着钱。那个时候。那过年回家怎么交代？那过年回家父母也理解，尤其我母亲吧，她小时候她就有一个唱二人转的梦，她就特别喜欢唱二人转。我身体所有的我觉得艺术细胞啊都是遗传我母亲的，所以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当我去学的这些年，在拼搏这些年过程当中，就是没怎么太着家，但是我母亲从来没有过说你怎么不回来看我，就从来都没挑过我。所以说在去年我宣布说先歇一歇的时候，我就彻底把父母接到了我身边，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开心。你往你左边看看，莫愁都快被你说哭了。哦，怎么了？莫愁想到自己的了吗？自己的那个上台的经历。没有，我其实就宝哥刚才讲这些啊，我就觉得现在我自己特别的幸运。然后刚才宝哥说他的母亲非常支持他，然后我的父亲也是特别的支持我，然后也是所有的音乐细胞呀都是遗传了父亲那种。我觉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在幕后看我父亲在台上演出，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美好。你父亲原来就是演员？对，特别美好，然后也说相声，所以我看到小品演员然后还有相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都倍感亲切。我的第一次登台其实就是很荣幸，我跟我的父亲一起唱了一首歌，虽然他现在不在了，但是我可以靠这些回忆去支撑自己。然后我还是不够好，我真的很好了，已经很好，非常好，很好了，对吗？真的不好，觉得现场的所有的前辈你们都非常优秀，但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不想干这行了，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你都不干这行了，谁还能干这行？对呀，我以后准备奔唱歌发展呢。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干脆连合计都不合计了。但是我，对，别浪费你的天分，真的。但是我看到你们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坚持还是有意义的。对，我也想鼓励所有的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紧，每个人心里都有那样一段故事，也都有特别想感谢的那样一个人。那柳岩，你最想感谢谁？最想感谢谁啊？感谢北京吧，这座梦想的城市。我那时候，得自己化妆，自己去西单接衣服。然后主持完一个歌手的发布会，我得跟歌迷去抢的士车，因为我还得回公司去录节目。那个时候拼的是机会和量，钱我甚至有一次去赶通告哈，因为我们要扣掉妆发费。还有那个车马费，基本的一些费用，公司还要抽掉一大半，我还欠公司钱。但是我很感谢我们公司，因为我30岁的时候我去敲了我们老总的门，我就跟我们老总说，我说我30岁了，我说我买不起房子，我也买不起车，没有男朋友，身体状况也不好，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解约回老家了。然后我们老总当时就说，他说李冰冰拿奖是从台上到台下，他有段词说这段距离很短，但是我用了10年的时间拿到第一个奖。他说你能熬10年吗？你再撑1年好不好？然后你再解约。结果那一年之后就开始做演员，然后演画壁，有一些知名度，慢慢就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以前也有人说我是为了我母亲治病去参加主持人比赛赢奖金进的这个行业，也没错。我爸上个月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是在医院度过的70岁的生日。但是我很高兴自豪的是，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给他最好的医疗条件，他现在身体状况好了很多。因此我想说，在过年期间你们老说要送什么祝福，儿女的祝福就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因为这样你们才能够给我们机会实现我们小时候的诺言。我要给你买大房子，我要带你去周游世界，所以天下父母请保重好你们的身体，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好，我带家人去世界旅行，我想给他们最好的。突然有一天我们在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我爸单独跟我走在一块儿，他对我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人生够了，我看了世界上这么好的风景，我以后再也不出来旅游了，因为我不配，我没有付出过什么，我的母亲没有享受过这一切，我在乡下的两个妹妹没有享受过这一切，而我享受了，我不配。他一直在跟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所以我求助了一下贾玲，我说如果亲人健在的时候，有什么都给他们吧，有什么话都告诉他们吧，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他们不配拥有这一切。对，小时候父亲是山，是我们头顶的一片天，他们为我们的家庭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永远只是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也不要忽略了爸爸在这个家庭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奉献。所以这个祝福送给爸爸们吧，我们女儿儿子需要你们，你们仍然是我们头顶上的那片天，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度，我们都希望你还能保护我，所以好好的。说得真好。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就每人对自己心里面最想对他说的那个人说一句话，好不好？那我希望这一个人就是我的工作的团队，支持我完成了一个可能不属于他们的梦想。那我觉得真的新年一定要好好的谢谢跟你们一起工作，在你们身边支持你们的人。
我相信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愿意支持自己孩子的梦想，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代人呢，可以首先非常忙碌的工作，也要保证自己的健康，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个回馈和安慰。希望所有的人能够越来越好，2018年万事莫愁。那我就是还是感谢我母亲，因为我母亲的善良，她营造出这种家庭氛围。我们家庭非常条件非常苦，但是我回忆起我的童年都是很快乐。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的熏陶当中，我内心攒下了好多好多我母亲所给予我的。所以说，如果说不能够去传承和延续我母亲媳妇给予我的那些东西，也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的成功，有我母亲做的基石，给我最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就是善良。我坚持我感谢我的母亲。我谢谢奶奶爷爷，对，把我很健康的养大，之后也谢谢我的妈妈对于我的盲目的自信。对，那就是最大的爱。 对吧。我要感谢一个人吧，我妈。我妈特别不容易，所以这么多年我好像很少对我妈说我爱你，谢谢你妈。然后以前都是你照顾我，现在我希望你能活得像个女儿一样，我来照顾你。我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快乐，我爱你。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幸福，有这么好的爸爸跟妈妈，所以我自己一直在想，我要好好当一个妈妈。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会像你们这样说，这样对待我，那就好了。所以我会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希望能气质吧。你已经是了，谢谢。已经是。在这个春节的对于家人、对于身边人的这样一种感恩的氛围当中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下一环节，下一环节让我们轻松一下，进入永宁村欢乐秀。来，王牌对王牌。很久以前，妖界内乱，新妖王打败老妖王，并对老妖王的势力赶尽杀绝。小村青年宋天印阴差阳错的怀上了老妖王之子小妖王。财迷的二千天师霍小兰为了赏金怂恿宋天印将小妖王送往登仙阁，可同时盯上小妖王的还有新妖王的追随者与四千天师罗刚。于是二人一边躲避追杀，一边踏上了送妖之路。有人吗？来了。二位客官，吃点什么？来两盘饺子，快点。好，好嘞。等一下，你看我们都要两盘饺子了，是不是你有点什么赠菜之类的？本店的规矩是这样，二位点了两盘饺子，我可以赠送你们两碗饺子汤。走。好嘞。小事。对了，一直叫你小兰。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说起我的名字啊，跟我出生那天的经历有关。我父亲姓白，我出生那天呢，我的父亲送给母亲一捧百合，所以我叫白一捧。终于让我给追上了。完了，四千天使跑，往哪儿跑？我知道小妖王在你们身上。行，你也别小看我们二钱天师。下次打仗之前别那么多废话。没想到你一个四钱天师居然打女人。好，我不打他，我打你。没想到你一个四千天师居然打孕妇。不是，住手，打架给我外边打去。这不是打架，这是人和妖之间的事情，
不好意思了，这位先生。你眼睛被驴踢了，管谁叫先生呢？哎呦，眼拙了，不好意思，这位壮士。这是壮士吗？我是这儿的厨师。我告诉你啊，要打架出去打去。哎呀，说，小妖王到底在你们谁身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他那是怀孕，我这个是纯胖。兵荒马乱的，不是怀孕能胖成这样？要是说谁胖就是谁怀孕的话，你嫌疑最大。少废话，哼，分不出来小妖王在谁身上，我就杀了你们俩。住手！没必要伤害那么多无辜的人。我问你，是不是小妖王在谁身上，你就只杀谁？对，好。在他那儿。不是你这个人怎么的？老公！哎哎，来了！老公！怎么了？怎么了？我怀孕了！真的吗？啊！谁的？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的？是他的！你这个小白脸，我貌美如花的妻子我都没碰，怀了你的孩子。不是，是他张的嘴。不是，是我张的嘴。但是那个不是你，我那个蛋呢？谁在那是杀死谁？你还行了，我这呀，估计他挺不住了。你们感情的事儿先放一边，现在我要杀他。等一下，吐出来，谁的？给谁？不是，他在我这儿不又杀我了吗？我哎，那不杀他吗？吐出来！不行，我吃。哎呀，你吃啊！他杀我！不是你们，刚最后一口谁吃的？好像你吃的吧？不是，刚是我吃的。我没张口。是你吃的，我嘴刚在那待着。哪那么多事儿？我三个一起杀不就完了吗？先从你开始。不是我怀孕了。就是要你怀孕，我要你肚子里的小妖王。哎呀妈！不对呀，你们俩不是被我盯上了吗？告诉你吧，我们俩不是人。太客气了吧？不是，我们是妖。我们这是老妖王的手下，在这里打探小妖王的下落。哼，来。哎呦，谢谢你啊。哎，孩子快滚，今天我们必须要带小妖王走。哼，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这两张符人妖通用，看你们怕不怕。看符。这是什么符？这是天竺法师给我的尬舞符。尬舞符？那没有音乐也很难尬吧？谁说没音乐？哎，现在没有妖能救你了吧？哼，还有我呢。少废话，看符！看符！小兰，进来。小兰。小兰。宋天一，我拖住他了。你放心，只要我不倒下。小兰，小兰。我跟你拼了！等等，你叫宋天音？对，我叫宋天音。你杀我呀！天一，你爸爸是不是叫宋代天？你认识我爸爸？你爷爷叫宋小宝。你还认识我爷爷？就是宋代天命令我来救小妖王的，杀小妖王只不过是掩护。拿着这个。vivo X20 全面屏星耀红版手机去找你爹，对接的暗号是逆光拍照也清晰，手机的密码是
你妈死！哎，不是，你不能死啊！你没告诉我密码呢！哎，这都死了，我可怎么办呢？我该去哪儿啊？去找你爸爸。小兰，小兰，太好了，你没死啊？这怎么回事啊？我说过呀，大碗有好运。走，走。谢谢，特别好看啊，尤其那个白衣袍，哎呀，白衣袍，先跟大家伙打个招呼，介绍介绍自己来。大家好，我是大碗娱乐的编剧孙继斌。哦。大家好，我是大碗娱乐的演员张小斐。欢迎小斐。大家好，我是大碗娱乐的演员泰维。欢迎泰维。大家好，我是大碗娱乐的演员天福。欢迎天福啊。这个都是你身边的老搭档了。是的，虽然说老啊，但其实咱们大碗成立也就那么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多，一年多。但其实我们合作已经时间很长了。嗯，其实他除了是编剧的身份以外，他还是我的，我的合伙人。哎呦，以为我要报什么料？没有了，没有了，是我的合伙人。然后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然后给大家奉献更多的快乐，于是就有了大碗娱乐。嗯嗯，对，特别棒的一个初衷。是的，也一直坚持走到现在。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大碗娱乐成立发布会的时候，姜老师说一句话，我现在还记着。他说：“喜剧这些年为我带来了这么多。”我一直想着为喜剧做一些什么，所以成立了大碗娱乐。这句话也不是个空话。但有一次他的妹妹告诉我，就大碗娱乐刚刚成立的时候，有一次是凌晨四点还是五点，贾老师自己一个人哭了两个小时，哭到天亮。嗯，压力太大了。是。有一天我跟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女孩，我们俩在家喝点红酒。嗯，他就问我，他说贾玲，他说你这辈子的梦想是什么？我真的是，其实这个话说出来特别的书面化，但真的是我内心所想。我说我没有具体的梦想，但是我有一个梦想，是希望所有见到我的人和看到我节目的人能够稍微高兴一点，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值和开心值能被我哪怕分散一点，能稍微拉高那么一点点。我说我就满足了。然后当时哇，我闺蜜特别崇拜的看着我说，哇塞，我说你的愿望呢？她说我希望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我。但是开玩笑，但是当时的那句话真的是我发自肺腑的。嗯，好，我们也再次掌声谢谢贾玲，谢谢大碗娱乐的各位，谢谢，稍事休息一下。王牌跟王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开始比拼，好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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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开始比拼之前呢，我接到了一个很严峻的消息。啊，严峻！全场从开始一直让我们觉得特别可爱、特别喜欢的胡巴，被劫持。啊啊！真的呀？妈妈着急吗？啊！被劫持了？没有，被劫持了。我刚刚才在后台看到他呀。但你已经站了很久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胡巴被劫持了。哎呀，刚才还给大家介绍过啊，胡巴的守护者 X 九少年团，接下来要和我们所有人一起去解救胡巴，先把他们请到台上来，来，就别上来了，赶紧去救去吧。把最佳时机全耽误了，还往上上呢，这啥时候了？还惦记着亮相的事呢。哇！王牌拼高低，一光也清晰，记住 vivo 王牌时刻。哇！小宝，你不是也他们团里的吗？小宝，你不是也他们团里的吗？很帅气，很帅气。好了，这个双方都已经自然的归到了两队阵容当中。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让我们进入王牌时空隧道，一起去解救胡巴。走。
王牌拼高低，一光一晨曦，进入 vivo 王牌时刻。那个戴着墨镜的人，一定要把胡巴从他的手里解救出来。解救胡巴游戏规则：游戏开始，两队成员同时从起点出发，向困住我的高台发起冲击，率先登顶的队伍获胜，并将获得优先选择面具一张的权利。各派两位队员，各派两位队员。我们决定了，我们决定让他们红队赢了。啊！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对，我从来没赢过，你突然告诉我这个讯息，我接受不了。你是时候赢一把了。不是，各派两位队员啊。菜菜、柳柳，你们俩吧，好吧。我已经派出了我们队的最精壮的两位同事。谁啊？哦，川峰姐和柳岩啊。小心小心，滑了吧？来，凉啊！不是凉，是滑。我来吧。加油加油！真的很滑。我过来。王队谁？你们派谁了？我跟莫愁。你跟莫愁啊？什么时候都用专业的蹲踞式起跑？准备，三、二、一，开始。护住脸啊！哇！滑的脱下来，能脱下来。人家把他们笑的呀！努力啊！努力啊！贾玲，贾玲，贾玲！加油，加油！妹妹，你是出了最远的一个，我只能用震撼来形容你。他是不是很爽？哇！我等你一会儿吧。贾玲就像一个爬不动的大蛤蟆。正面接触了，要开始正面接触了，会有什么样的策略呢？抓柳岩的脚，冲突开始了，顶了！
好，这轮获胜的是天师队，队长继续派人啊，下一轮是3-3啊。我郑重地宣布一下啊，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髋关节积水。说那么多干啥？你快来啊！别说那些没用的，去吧去吧。全国的最权威的医生都让我静养。哥，我就想看你逆天而行。带护具，带护具，再进去。哎呀，我这怎么滑成这样啊？你们怎么坚持的？快来来来来，所有能保护我的全来来来。好了啊，来所有的这轮的六位成员，哎，得让我们，因为我们是老弱。好，来，请准备。好了，来吧，计时开始，努力站起来。来来，腾哥，腾哥干嘛呢？哎呀！哦，娜娜好快，娜娜把她推下来，把她推下来，娜娜。我的妈呀！他一直用四肢，用四肢撑下来的，哒哒哒哒哒。太厉害了！我就上来了。我哥可开心了，我还没展示呢。对呀，行，那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我们再来一轮。好了，准备3-2-1开始。一开始干到了，这孩子真厉害，这孩子拧大真厉害呀，他拧大的可厉害了，那孩子啊，我知道你怎么爬的了。哎，完美的假摔，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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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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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上上上妹妹干嘛去？哦，贾玲加入了，妹妹加入了，莫名加入。完了，你又上去了啊！完了，快下来下来下来！你这录个节目，你跑那么快干啥呀？哎哎哎！关呐！
完了宽，看疼的，看他哥疼的，看哥疼的，我们现在就看他疼。哥，裤子兜里的水漾出来了。好了好了，最后一轮啊，最后一轮。来，菜菜，要死我了。芒果，好了，各位，这是最后一轮啊，四对四的争夺，规则是这样的，在四分钟时间到的时候，哪队占据着最高峰，哪队就赢。四分钟是时间的限制，只要时间不到，谁都可以拼，好吗？居然真的有人戴着头盔保护自己，我也是。好，来四分钟。OK， 来，计时。开始，加油！腾哥，你干啥呢？采取的是纠缠的姿势啊！哇，娜娜有个绝招就是甩。啊，就是甩。你干啥呢？漂亮！贾玲，你不用往上上，你就两边横扫就行了。好，现在天使队率先占据了二层平台。居高临下，妹妹，你两条横扫。贾玲，我好棒啊！贾玲，你不用往上，你两条横扫就行了。腾哥，贾玲，快爬上去！来，那还快上来！我让你扣他！快站！那还快上来！我让你扣他！快把他俩推下去！不要留情！快拉他！拉他！拉我要爸爸！娘呀！你是不信，告诉他不信。你快下去，我拉他。告诉你是不信，告诉他不信。大家加油！告诉你，关上了吧，关了。还有一分钟，可以把娜娜拽下来。拉下来，快去，快去！大力加油！啊，小心，小心！啊！你敢推我？没事，你有没事？你敢推我？你怎么推我？不要，不要！姐，我错了，都没有。5秒。
四、三、二、一，时间到。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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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我是经历了一场战争，真的，真的，真的，对。我一个人独自承受了两班，承受了两颗原子弹。对对对，无形的轰炸。娜娜，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为你翻身做好了一个基础，再也不是游戏黑洞了。你以后你真的完全可以多接动作片。是。好了，这轮非常明显，由于娜娜的出色发挥，最终获胜的是沈腾队。所以这个面具呢，我们的沈腾队拥有优先的选择权，好不好？好，游戏结束，解救胡巴成功，让我们回到现场来挑选面具，进行最终的验证。好了，现在还有这个绿色的和这个黄色的是没有被选择的，让他们先选吧。这么大气，选了就像没选一样。黄的还是绿的？你们觉得呢？我觉得黄比较好看。那就这个黄色，选这个。所以咱们这边就有了这个绿色哈。OK。这边两个，这边四个。队长，把这面具派给自己的队员。如果是那个面具，他戴上以后，脸上毫无变化；如果不是，那个面具戴上之后，脸会变黑。谁选的就谁戴的。我选那白的。领导归你了。哎呀妈呀，我很担心，你知道吗？娘娘带走。这个是景宝选的。那就归你了。景宝选。这无所谓了，我们就分一下好了。好，来，接下来请拿到面具的人一起把面具戴上。准备，一起戴面具，三、二，凉凉，凉凉。今天获胜的会是一，请摘面具。今天获胜的会是一，请摘面具。凉凉。好了，现在所有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脸上唯一没有留下痕迹的是吴莫愁。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天师队。好了，请王牌女郎为我们的天师队送上王牌，同时呢，绿水青山、小狼助力、小狼酒公益基金和王牌家族一起为环保而战。队长接王牌。哦，要谢谢谢谢谢谢，恭喜队长。好，恭喜我们的天师队获得了这张王牌。我们再次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啊，记得走进电影院关注井柏然主演的捉妖记二。我们也拿星耀红 vivo X20来一张新年的大团圆合影。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独家网络视频平台腾讯视频观看。本节目音频内容信息网络传播权由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独家享有。登录微博王牌对王牌话题，参与节目互动。浙江卫视联合绿色浙江发起绿水青山王牌守护公益计划，收集绿色包包为爱豆种树苗，与王牌家族到两山发源地一起守护绿色治水清污。感谢腾讯视频、蓝天下官网、中国蓝 TV、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新闻网、光明网、爱奇艺、优酷视频、搜狐视频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载人民日报、新浪、网易、腾讯、凤凰、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Zacker、300搜索界面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你们有谁见过这个人吗？王牌不分高下，高手自在民间。